with you, Omar and Adrian S.你平时在家饿了怎么办？吃狗粮。渴了呢？喝水。那你吃饱了喝足了你都干啥啊？玩玩具啊？玩会玩具睡觉是吗？啊，臭迪啊，大飞这两天为什么老凶你啊？啊，大飞啊，肚里有宝宝了是吗？啊，你啊，就像你兄李宇辉一样是吗？啊，是啊。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弟弟啊，摸摸你的孩子吧。啊，挨个摸摸啊。还有这边的。好，再换一个。来个全家福。你看着你儿子吃饭玩啊。好好看着他吃，对，让他好好吃，你说吃饭才能长大个儿。弟弟啊，你孩子吃完饭了，这碗也没人收啊。还有一个，棒！你儿子啊，哎呀，小三子。摸摸，哎，小气啊！能摸你姑娘，大子，你摸你那干什么？两个都揍不揍你啊？啊，不是不让你去，怎么回事？那这个多管闲事的呢？那这个多管闲，你整天操不碎的心啊？这。行，我不说。弟弟啊，你爸的脚痒。这没挠点上啊。你爸的大腿痒。大后背痒呀。后背。还得我大臭迪呀，真棒。弟弟，来你的指指成功啊。桃子。Apple， 大石榴，最后一个听好了，小汽车，大桃子。哎呀，这个五一过的，肩膀疼还要在家洗衣服。请假呀，还是我陪。弟弟，帮爸爸洗衣服吧。哎，弟弟真棒，弟弟啊。好走。洗完了拿出来。好，放。哈哈哈。的哪个是弟弟喝的？啊，米粉。那哪个是妈妈喝的？妈妈不喝啤酒。啊，酸奶。那哪个是大飞飞和你喝的鸭奶粉？哪个是李宇辉喝的？李宇辉的鞋脱下来让大飞飞咬啊！啊，李宇辉，啊，摸大飞飞的手啦！啊，他还抱大飞飞啦！啊，我大叔弟不高兴啦！我饱了，吃什么呀？啊，吃狗粮。那你渴了呢？啊，喝水水。你把地下有两个空碗。空碗给妈妈收在一起，啊，收拾到一起去。哎呀，你好厉害呀，弟弟，你和弟弟比比个头，谁高给谁个肉包包吃。啊，给弟弟吃，
那你和大飞飞比比个头，谁高妈妈给谁个肉包包。啊，臭迪高啊！弟弟，你把肉包包给谁吃呀？给谁吃？啊，给。哎，弟，你喜不喜欢李宇辉？喜不喜欢李宇辉呀？哎，气的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李宇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喜啊？不喜啊？不喜欢。艾迪，你喜不喜欢李宇辉？喜不喜欢李宇辉？啊，不喜欢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李宇辉？啊，李宇辉，啊，拿着棍子，啊，打你了是吗？来，我鞋放窗前，谁给我咬下来的？你呀、啊，谁给我咬碎的？啊？彪飞咬碎的。我好好鞋给我咬成这样事儿，我揍不揍你俩？啊？我揍不揍你，彪飞？揍是不是？嗯，好香啊，弟弟，哎，这个香，闻一下，快吃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吃吧！有毒，中毒了，弟弟，中毒了。哎呀，妈呀，这家趴下了，别装了，别装了，快起来吃，快点，还装，快吃吧，吃吧，弟弟。你看呀，还不听我的。又中毒了！哎呀，又中毒了！哎呀，完了！又中毒了！啊、中毒太深了！快吃啊！嗯，啊，吃吧，吃吧。让你吃啊！啊，吃吧，弟弟。弟弟，你有四瓶酸奶，给李宇辉一瓶。啊，不给，那你给弟弟一瓶，给大飞飞一瓶。给妈妈一瓶。问题来了，你还剩几瓶？还剩几瓶？真棒！弟弟，找找大西瓜在哪里？啊，大榴莲在哪里？啊，好，你可以把眼罩拿下来了，自己拿。救救我，下不去了怎么办？快快快快快来救救我，怎么办？我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怎么办呀？救救我呀，快点呀，快点选一个，你是把酸奶给大飞了吗？啊，是啊，你吃鸡蛋啦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水太凉了，快走回家，回家，俺弟弟都不让你玩了，弟弟哥哥不让你玩了，不能玩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你了。弟弟，你干什么呢？弟弟，弟弟啊，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的玩具是怎么玩的。啊，先咬着。啥呀？吓死宝宝啦！宝宝开开，小鱼儿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音乐要嗨，节奏要快，来吧来吧，一起摇摆，宝宝乖乖。臭迪啊，你怎么又拿了一个橘子？你不给大飞，大飞喜欢吃酸的呀。啊，给大飞呀、啊！他烦你，不愿看见你是不是啊？老兄大飞是不是？老兄大迪是不是？大飞迪迪啊，这三个球哪个是最大的？啊，哪个是第二大的？好，你选一个能投进后面篮筐里的，选一个。
好棒！听话是不是，大子？醒了就叫弟弟妹妹，是不是？这样好了吗？跑不了了吗？这小样啊，还叫，最能叫的就是你。干啥呢，弟弟啊？你咬他干啥？哎妈呀！哎妈，你干啥？你丢垃圾桶里！有没有你这样当爹的？我问你，有没有你这样当爹的？你过来了！你这是当爹的吗？你别跑！这一天得吃多少糖啊？你这一块一块的没有玩了你！今天我就不让你吃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少管闲事啊，弟弟！你给我上一边去！那你这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来来，握个手！快点给我握手！握手！握手，握手，安飞，你看你对我脑子呀，我得给大飞握个手。爸爸生你气啦，弟弟啊，你大姑娘和你三儿子老打架怎么办啊？对，老大，啊，把他放里边。那你儿子呢？你儿子怎么办？你儿子怎么办？哎呀哎呀！哎呀，你教育教育他。啊啊！你去好好教育教育啊！哎，好好给我教育教育他。